马竞4-2击败皇马，夺得了欧洲超级杯冠军。北京时间8月16日凌晨3点，2018年欧洲超级杯在爱沙尼亚展开角逐，欧冠冠军皇马和欧联杯冠军马竞迎来直接对话。上半场，科斯塔53秒小角度破门，马竞取得领先，贝尔成功连线本泽马，皇马扳平比分。下半场，拉莫斯点球建功，科斯塔又如一球，加时赛上半场，托马斯科连下两城，马竞最终以4-2击败皇马，夺得了欧洲超级杯冠军。去年皇马在决赛中击败利物浦，完成欧冠三连冠，而马竞则是欧冠小组赛被淘汰，落入欧联杯，一路过关斩将杀入决赛，击败马赛成功夺冠。与以往不同的是，今年马德里德比没有 C 罗， C27 以1亿欧元加盟尤文。本场比赛，贝尔和本泽马领衔皇马先发阵容，马竞这边科斯塔、格里兹曼和勒马尔他棒进攻线。比赛刚刚开始49秒，戈登后场送出长传球，迭戈科斯塔背身头球一顶上眼人球分过，随后他入禁区面对瓦拉内防守几乎零度角爆射，皮球直入球门左侧，1-0，马竞取得领先。第18分钟，马塞洛左侧人球分过来到底线，巴西人一脚传中送到门前，阿森西奥脚后跟射门被奥布拉克倒地扑出，本泽马跟上没有碰到皮球。第25分钟，禁区前左侧，马塞洛内接之后几脚远射高出横梁。第27分钟，贝尔右边路送出精准传中球，本泽马后点跟进头球攻，门入网，1-1，皇马扳平比分。第29分钟，阿森西奥左侧晃开萨维奇，之后射门偏出远门柱。第39分钟，卡塞米罗右侧远射打在边网上。上半场结束，马竞和皇马战成1-1，一边再战。第54分钟，马塞洛放倒胡安弗兰被黄牌警告，随后皇马用莫德里奇换下埃森奇奥，马竞则是用科雷亚替下格里兹曼。第60分钟，科雷亚侵犯乔尔哈尔吃到黄牌，克罗斯将皇马角球开到禁区，胡安弗兰手球犯规送点，拉莫斯如法将球射进，2-1，皇马反超比分。第70分钟，马竞撤下罗德里，换上比托洛，6分钟后卡塞米罗有些受伤，被塞巴略斯换下。第80分钟，胡安弗兰禁区右侧断球给到大禁区高右侧的科雷亚，阿根廷人下底到三角横敲，科斯塔中路跟进推射上眼没开二度，2-2，马竞扳平比分。第83分钟，皇马撤下伊斯科，换上卢卡斯巴斯克斯。第90分钟，马竞继续换人，托马斯帕尔特伊登场替下勒马尔。下半场补时最后一分钟，马塞洛禁区里中路准备起脚倒钩，但是将球踢直了，错失绝杀机会，双方进入加时赛。加时赛上半场第96分钟，凯尔哈尔禁区前右侧原地拔腿射门，皮球被奥布拉克倒地抱住。第99分钟，托马斯帕尔特伊禁区左侧起球传中，萨乌尔中路原地起脚射门，皮球飞入球门，右上死角，3-2，马竞再度取得领先。第101分钟，皇马撤下克罗斯，换上马约拉尔。第103分钟，科斯塔禁区左侧面对两人防守，将球分给比托洛，后者左脚横传送到右侧，科克杆上一脚低射完成破门，马竞将比分改写为4-2。加时赛下半场第108分钟，马竞最后一次换人，吉梅内斯登场替下科斯塔。第112分钟，拉莫斯撞倒萨乌尔被黄牌警告。最终全场比赛结束，马竞经过加时赛以4-2击败皇马，夺得了欧洲超级杯冠军。两队出场阵容，皇家马德里1纳瓦斯12马塞洛拉莫斯5瓦拉内2卡瓦哈尔4卡塞米罗。第76分钟，塞巴略斯巴克罗斯。第101分钟，马约拉尔
11贝尔 ,22 伊斯科第83分钟卢卡斯巴斯克斯 ,20 阿森西奥第57分钟莫德里奇 ,9 本泽马马德里竞技 ,3 奥布拉克 ,21 卢卡斯埃南德斯 ,2 戈丁 ,15 萨维奇 ,20 胡安弗兰 ,11 勒马尔第90分钟托纳斯帕尔特伊 ,1,4 罗德里埃尔南德斯第70分钟比托洛洛科赫巴萨乌尔 ,7 格里兹曼第57分钟科雷亚 ,19 迭戈科斯塔第108分钟吉梅内斯